Hey Moonlight, what up, bro? Good morning. Hey, y'all.是等会儿吧，这时间我一直没看。大家稍微等一会儿，大概还有个五分钟。早安各位，或者晚安。今天电脑有点卡哈。我看看来的几小号是种菜了，五分钟应该够。我们先切小号日常一下，我靠，群里的帮人都在看世界杯啊，我靠，好吧。Poker 啊 ，Poker 不会，资源也不多，哇。听说狠的人已经输掉十几亿金币了，玩不起。哎，我 DY 那边是卡了吗？怎么没消息？哎呀，才跳出来，我靠！我才看到你们发的弹幕。960出多少天了？960好像500多天了，等会儿去我去看一下。我报纸在哪里？报纸在哪里？哦，800多天，哦，记错了，878天。
但一般我们这些打的比较狠的都不是原住民。刚卡了，你们弹幕现在全跳出来，我有点回不过来，我看一下。960连自己连开不播了，自己大概是两小时后会打，这个播不了。哪有人播自己打的？没玩一年半，在1021出生，没移民到退坑，打入决赛。1021的话，其实这几年一直是联赛怎么说呢，就比较强力的一支队伍。虽然说没有夺过冠，但是如果你关注国际服联赛的话，你会发现他几乎是每一届都名字都还可以。其实来不及踩了，我们点回去吧。哇，来不及，随便摆两下走了。对，我们今天对手是还在 KVK 里面，可能不会那个，可能不会打得很激烈。走。把音乐关掉。 OK， 欢迎各位观看我们国际服联赛那个一战区决赛。然后对阵双方是两支韩国战队，是来自1021的1021和1034的 1V。 然后比较熟悉国际服的朋友会发现 1V 就是那支近两年的霸主，几乎是称霸联赛，联赛巅峰赛周年赛都是他们。然后上次看的话战力挺高的，都是一亿两亿，就不用医疗的，看战力特别高。1021那边的话，我记得战力好像没有很高，都差不多小一战，跟那边比不了。那么比赛还有50秒，我们看一下。对，960二战区啊。哦哟，怎么这位朋友还有 YouTube 的？不过有小道消息，听说 1V 快解散了，我也不知道真的假的。就跟人家传960要解散了一样，可能也是假消息。OK， 那么比赛开始，我们看一下开局怎么说。红色方是 1V， 然后蓝色方是1021。开局四个方尖碑，八个方尖碑，两边都是的，没有少战集结。
哎，等会儿开打跟联赛没有其他大关系的问题，我先忽略掉了。然后播完联赛之后，可能再播个一会儿，然后自己准备去打联赛。他们怎么还有芝诺步行的？那应该骑兵了。芝诺步行什么意思啊？看不见，算了。然后1021这边率先开了猛进，那么优势路应该快到方尖碑了，对。文斌这边也还了个猛进，也快到了。那么开局猛进的话，就是你建筑可以早拿一分钟首炸，然后可以占领每个建筑占领一分钟，这样的话可以多600分，就是等于开局多一点分数，比较稳定的开局吧，加上首飞乱七八糟东西。但是取而代之的是你中路的话会少3点技能，但一般的话主流队伍都是开局开猛进的。那么第一波的话，就看一下这边两边的劣势路，这个赛特要塞怎么说？这边好像开了个工兵集结嘛，开了个尼布集结，应该是运一些布迪卡过去，野战打的会好一点，不然工兵的话一般是走的最慢的，就开局冲这个劣势路的话。只剩4个集结，就是说两个那个到方尖碑都到了。OK，看一下两边这个劣势路部队的动向。这边在这儿，啊，蓝色方快一点吧。他们这边是运步兵的。哎，那第一波马上要接触了，大量的红色方优势路的去冲对面这个赛特要塞，然后他们外线的话也是有分人的，外线有那么大概两三个人。1021那边的话看一下啊，这个想去摸摸这个自杀应该是，1021这边外线人没有很多，哦还在拉，反正快接触了，看一下。赛特赛还有89秒开放，然后蓝色方这边先往后拉，先抱球，不急着上。等差不多人都到了再上。这边第一波几乎全骑兵，因为我跑得比较快。有很多贞德主将，他们贞德司机啊，这好像跟上一周看感觉差不多，就配对挺奇怪的，什么艾塞尔威廉。来这边逐渐蓝色方往前压，建筑的话还有40秒，我们看一下那边。这边也是红色方在往上推，感觉这边蓝色方部队好像不是很多嘛，还是因为显示的关系啊？应该是因为显示的关系，18秒开放。边路有人啊，边路这边174没有问题，红色方甚至在压这个生命。然后这边的话是去准备偷对面的那个174，蓝色方这边人没有很多，但红色方人也不是特别多，这边没什么大问题。看看怎么说，哎，都抢了对面的赛特要塞，看看有没有队长能进去啊。这边的话一直是个项羽，还应该是没有中方队长了。看了一圈，
没有女鸡，来了个羊，哇，羊在路上，应该能塞进去。有说法，这边红色方部队不多了，那么蓝色方这个可能赛特首战，他们想拿这个。看一下上面的话，如果是镜像的话就还行。那么两边都是等于是优势方，一大波队伍去冲了这个对面的赛特要塞，然后并且是有机会拿下首战的。那这种情况你要再上的话，就一定要抱团了，不能一个上了，因为打下来那一方，你看队伍在这边集中的很，抱团抱得很密的，你一个上的话就白给。那么时间还有六分钟中路。这边的话轮换进场，怎么说 这批人是去中的，应该是对的，跑过去中。这边有个女婿有个羊，问题不大，对面开了个亨利尼布，这个应该要打好几波。那这样的话你蓝色方这边的野战部队就等于可以围殴这个集结，然后把自己送回去，因为这个时间点的话你要抓紧时间回家刷兵了，不然的话中路这批人赶不上了。那外线，刚刚我们看一下外线，外线的话因为红色方派了很多人上去搞这个生命神庙的这么一批人，那么两边如果对换一个赛特要塞，然后红色方拿个生命的话，开局其实红色方小优。这边首战马上占领，但这边好像没什么兵，因为他们好像全往上推了，你看这个血量，首战拿下，他们外线人全压上去去搞这个生命了，然后以至于说你这个伊西斯掉了。然后这两边的话22秒，这边已经拿下，上面还没拿下，能不能守住啊？这个如果掉了的话有点可惜。部队不是特别多，这里差一秒撑住了，首战到手。生命的话40秒，那么开局的话红色方会领先一个生命首战嘛，生命选多少分啊？400分，那就会领先800分。但这个伊西斯掉了，这个时间点的话他们只要派驻防队长跟开集结就可以了，因为这时间点对面一般不太会过来的，不然的话你这个蓝色方上路优势路去中路的人外线会人不够的。这一波的话我感觉蓝色方还拉部队啊，想去守这个伊西斯，但这种情况的话红色方开个集结就可以拿回去了，然后你蓝色方如果这时间点再去外线的话中路会来不及的，你看已经3分50秒了。那么其他地方的话这边应该是那看来他们真想打这个伊西斯。蓝色方这样搞的话你上路第一波去中路人会比较少，然后这边的话还在硬拖那我感觉这样打的话你蓝色方第一波去中的人就特别少了，因为这一批人还没死掉，按他们这个站位的话中路肯定来不及，内线 这批人都去不了，然后加上他们外线这一批人，刚刚这边中路的话去转外线了，然后外线本身就拉过去很多人，所以第一波的话第一个棺材我感觉1021放了一半队伍，就肯定不会开技能了，要开也是开一个意思，他们这波是主打建筑。这好像比上一周 GST 打 1v 还要放中路嘛，放的还要彻底，他现在再去送的话来不及的呀，2分钟啊，你看这么多部队去不了中。对的，我们看一下蓝色方去中路的部队啊，没的，你看几乎没有，就是第一批死回家然后从家里跑出来的人，他们在 TP 出来的人完全不去中路，就跟刚刚说的一样，蓝色方优势路在这边打，继续守这个赛特要塞，然后他们劣势路的话刚前面说错了，是劣势路的话这边中路的人刚第一波去转外线，然后这边的话还往前压，所以他们中路是没人的。那么看看这个分数怎么说，现在离棺材出来还有2分钟，分差的话蓝色方领先个700分，然后174被拿回去，
这边蓝色方去中路的队伍寥寥无几，就是从家里跑出来的人，然后一直在往后退，因为红色方特别多，在往前压。这边赛特拿回去，然后分差的话1300，一个单集结，这边的话是一个司机贞德，对面的话是一个杨船长。看这样子打不过吗？然后现在他们刚刚死掉的部队才去中路，这时间点已经算很晚的了，因为走过去的话都超过这个棺材出来时间了。那么红色方已经在这边就位了，你过去的话等于说你要冲破这道防线然后再去拿棺材，其实难度挺大的。红色方后续的话应该还是有部队的，他们站位已经就位了。外线有一批人去不了，哦，刚刚那个是单队啊，不是集结啊，啊，没注意。中路怎么说？看看，红色方这边开技能了，开了个八阵，直接往上怼了。因为看蓝色方人还没有到齐，他们的话是比较齐的一个阵型，然后这边还一个八阵。那红色方八阵战鼓，两边都八阵战鼓。这个位置的话非常靠前，蓝色方这边的话队伍还没有到齐，看看第一波红色方能不能滚雪球滚起来，把这边队伍清光。因为棺材已经出了，你蓝色方的话要打赢野战再去捡棺材其实挺难的，而且现在已经没有建筑优势了。棺材红色方捡到了，然后再往回运。那么蓝色方的话等于是你要一路被收过路费才能点到这个棺材，然后你打野战的话其实挺难打的，因为红色方已经在那边爆球了，你过来的话是陆续来的。然后说话期间这边火神庙掉了，那么这一批人应该是红色方刚刚外线的，拿完伊西斯回兵，然后再去中路，再去中路。这个中路还要去吗？因为他们可能看蓝色方这边还在派部队去，所以他们外线人也来。这样的话，蓝色方等于白给了，你看，没有机会了。我觉得这种情况应该不用继续上了。应该回头打建筑了，甚至他们自己那个伊西斯都掉了。我靠，这一波感觉好亏啊！这波开局两个要塞之后的话，我感觉没有必要去转中了。转中一个是你人到齐的时间都不一样，肯定打不过已经爆好球的红色方的。然后那个时间点的话，还不如继续打建筑呢，因为红色方他们刚刚在这个位置的，你棺材出来，他们能。就是红色方自己会浪费很多时间在棺材上面，然后如果你蓝色方还去的话，等于浪费自己时间嘛。那么他们现在等于这个自己这个一七四也掉了，而且没有部队，我这一波有点亏啊，完了。然后技能点全用了。然后这边的话，红色方这个优势路，因为刚刚蓝色方上面是有部队的，所以他们选择往回走，走回去自己的这个火神庙。然后下一波建筑节奏我们看一下，因为蓝色方是死回家的，他们打这个一七四还是有机会的。因为刚刚那个红色方外线的批人是，最后才派部队去中路的，所以他们这个时间点是回不来的。而且他们刚没有接触战斗，应该是死不掉的，所以这个时间这个伊西斯是有机会能打掉的。
但是自己他们伊西斯也掉了，所以等于是兑换伊西斯，红色方没有很亏，还领先个棺材。这边蓝色方拿回去，然后看一下这个伊西斯吧。哎，他们这边怎么这么多贞德主将啊？贞德炮王啊，什么鬼啊？可能是要拉多队骑兵，因为你要拉多队骑兵的话，这种什么萨拉丁、贞德也不得不拿出来做主将。这边应该是能拿回去，然后红色方的话是刚中路绕回来的那批人，护完棺材绕回来，然后内线的话上去送掉，外线的话回来守这个伊西斯，但已经没有机会了，已经被拿下了。看看这边野战能不能打吧，因为他们血量应该还是比较健康的。蓝色方这边还持续的运兵去外线一七四，然后这边的话，他们把这个生命神庙给推掉了，就是刚拿回自己的这个一七四，然后顺势上去把对面的生命神庙给拿掉。那么这就是比较正常的输棺材拿建筑，但是温密这边的话也是持续在给压力啊，他们 hold 着棺材，但是还在发集结，然后配上野队往前压。那么汪咪这边开的还是蛮多工兵集结的，两个亨利，哎，这是什么？对，两个亨利尼布。然后蓝色方那边的话全骑兵集结，甚至还有大量的骑兵野战队伍，什么贞德主将、萨拉丁主将。这一波野队继续在这边 hold 着，这个是应该是有机会能拿下、能占领的。然后红色方要开个集结拿回去。那么他们开自己家的建筑，就是开骑兵集结，因为这样的话你女骑可以放里面，拿下的话原地驻防。如果你开工兵集结打自己家建筑的话，你打回来还要再换兵，挺麻烦的其实。但他们开对面建筑全是用工兵集结的，开了个应该是个司机贞德。这一波蓝色方后续没部队了，剩下的这边的话队伍比较残，把这个集结围掉，然后继续清野，还能再 hold 一会儿，感觉还能再 hold 一段时间。然后棺材的话已经在方尖碑附近，我们一般都是打少量棺材的，在这边卡住。然后的话红色方这个优势路这边应该是没机会能打下来，就看这段时间蓝色方这个建筑能拿多少分吧。那我感觉主要还是一七四，主要看这个一七四。这个赛特等会儿绕过来看，应该等会儿可能会打起来，继续看这个一七四能不能守住。那么这一波逐渐被清掉，下一波的话红色方配合集结是有机会能把自己这个一七四拿回来的。这边全死回家了蓝色方。然后内线的话，内线守完一波绕回来继续补强这个伊西斯，下一波可能还有说法。哎，这边直接开围了，直接开围的话感觉来不及了。这边应该是守不住了，伊西斯拿回去，下面生命神庙拿回去了，拿回去了。这边外线人全死掉，然后内线的话，现在也没用了。然后这边一部分人是去打这个生命火神庙的，这边一个集结，司机贞德应该是。然后现在场上建筑的话各拿各的，红色方棺材还在卡着。这边这个赛特的话，看刚刚那波野队配上这个集结有没有机会。哎，他们韩国人的配对感觉有时候挺奇怪的，
为什么还用什么关羽大帝啊？然后司机，贞德司机。然后他们这个跟上次一样的，这个东西能拉出来的，我有点不明白。你补兵的话不应该跑速队伍吗？什么曹操加凯撒呀，或者应该就曹操加凯撒，因为你这个是要跑过去加的，他为什么要这个东西啊？有点没明白，上一次也是，上一周他们那个蒙特祖玛还跑到那边去了，跑到对面那个火神庙去驻防了，有点恐怖，我靠！绿头有一速，你曹操更快啊，肯定的啊，他又没有机动，又没有机动天赋的了。这一波红色方后续野队来了，这边应该能继续撑住，这个季节应该没有机会。然后蓝色方应该等下一波重新组织一下。然后这边外线的话人蛮多的，看看能不能有没有什么动作。然后他们这边是一个芝诺驻防，他们外线这边可能驻防队长蛮多的，因为要随时轮换，就是因为前面看到有羊有女骑，现在有个芝诺，现在 外线一次被打掉，野队还挺多的，感觉应该能拿回来，应该能拿回来。观察还继续卡着，现在时间还有34分钟，比赛结束。然后这边的话，在打野等集结，想再攻一波这个赛特。然后现在，哎，观察交了，观察交的话，现在分差的话700分，700分很接近，红色方领先700分。然后建筑分的话，看一下，蓝色方掉了一个，应该能拿回去。对这个，那么等会儿的话，能到大概1000分吧，1000分分差。现在双方建筑各拿各的，观察出来还有7分46秒，看一下这波应该外线还能再攻一波，外线这边的话这个伊西斯是一个羊，应该能围掉，队长崩了，哎，队长走出来了，失误了，行，那这一波外线挺舒服的，这一波蓝色方这个外线挺舒服的，在这边继续打野，然后打到差不多6分多钟、5分多钟上去送死，然后去中路。这边看一下，这边他们生命神庙是芝诺驻防，可能想这个生命神庙，因为一般的话是没什么人防的，就自己的话不会有部队在那边等着的，所以派个芝诺能拖时间，能拖住。但这边没有占领，被拿回去了。拿回去的话，6分20秒，6分20秒，其实你这个骑兵可能还能再攻一波，但步兵跟工兵就有点危险了。再去的话，你外线可能会来不及。这边的话，他们生命没有问题，然后其他队伍，再去攻一波外线，看一下这边。这边伊西斯又换成女骑驻防了，他们这边这个驻防队长品种蛮多的。这边感觉应该问题也不大，打不掉的。因为其实我也是外线开这个亨利尼布的，这种情况一般很难打掉的。然后这边的话是一个贞德司机集结。
打对面一个女骑，这边的话问题不大，因为这个集结血量已经很少了，这边就回防换兵准备去中了，时间还有五分钟，然后蓝色方的话内线继续来攻的人也不多了，对，这一波他们吸取前面的教训就很早去换兵去中路了，他们这个优势我去的挺早的，五分钟就过去了，然后这边的话芝诺硬拖回去换兵，这边的话分了一点人去打这个外线的，这批人我感觉可能会来不及，如果送掉，送掉的话还来得及，这样看的话可能会来不及，这边没有队伍，这边回家换兵，这个来得及的，那么就是上面那一批蓝色方的外线部队去不了中，然后分差的话差400分300分，哎，怎么追这么快，有采集吗？那这一波蓝色方去的特别早，蓝色方这个上下路啊，去中路去的特别特别早，红色方也是两边差不多四分钟在这边你看我看你了，然后还是少量部队上去收过路费的，上去收过路费，过路费收的就是你外线回家换兵然后去中那批人，斑马迁徙，你看这批人，三分半，这边自杀回家，自杀回家有点赶，可能到的时候差不多正好，如果是工兵步兵的话，骑兵应该来得及的，骑兵过去可能正好开战，看这边有没有人收过路费啊，这个红色方优势路没有派人过去收过路费，但烈术那边有几个，就刚刚这里打起来了，他们这些配置讲道理看着确实有点五花八门，很多贞德斯基，然后刚刚还有个什么贞德艾塞尔还什么东西啊，这边打过去有一个集结去打这个火神庙，然后吸引了几个部队过来围殴，然后这边的话继续收过路费，所以这些人都去不了中了，等会儿哦，这个还能去，这个血量还能去，但红色方这个人的话如果不第一时间送掉感觉来不及去了呀，然后外线这边的话蓝色方向踩死掉，这一批人赶过去来得及吧，还有两分钟应该差不多，如果打起来的话可能会来不及，那么看了一圈差不多两边都是几乎全部去中了，除了个别人，所以这一波的话中路队伍会特别多，远大于第一波，因为第一波的话蓝色方其实人不多的，而且很陆陆续续的没有爆球，来这波感觉要交大招了，蓝色方再输的话危险了，虽然这个分差也没有很危险，其实讲道理啊，500分，他们应该是交采集的，因为前面有段时间红色方会领先1000分的，他一下子追回来了，我感觉采集交了，然后回家来打中了，1分钟。来蓝色方这边先上了，看看有没有人发呆，开的如何，那我感觉蓝色方开的好一点，哎，他们但两边都有人往回拉的，其实都一般吧，看看滚雪球能不能滚起来，
哎，这人干嘛往回走啊？我靠！哇，这个人，两边都是八阵战五加天度，死战都没有交。看看怎么说吧，我感觉操作其实都有点辣。两边陆续开始死人。瓜菜已经出了。两边死的速度好像差不多，这样看的话，可能蓝三方死的更多一点。蓝三方抢到棺材了，但是又掉了，因为这里面还有很多部队，我们现在不好说哪一边人多的。对，部队这样看的话，好像蓝三方也不少。两边死的部队感觉数量差不多，不好说谁赢，就看最后滚水球滚出来能剩多少部队吧。看这些配置的话，有点没看明白。刚好像看到本多主将啊，怎么还有小胖呢？然后很多真德主将，真德司机一堆。那这样看的话，是不是蓝色方人更多一点？哎呦，又死了一批人。红色方这边多，蓝色方这边多，还不好说。那可以看得出，红色方人其实是围绕棺材打的，但是蓝色方这边有很多部队，就是没有抱团，好像没有在乎棺材的位置。看看这边。但是按人数的话，我看一下，看得出来了。对啊，打得挺乱的，讲道理。就他下面那批人不应该抱团先清人的。那这样打完两边都没有剩很多人，讲道理，好像蓝色方人更多一点，是不是？是不是蓝色方人更多一点？这几乎是一个势均力敌的，然后第二批人也到了，你看刷新的部队又赶来了，骑兵跑得非常快，赶上第二波了，所以这个可能打两波。哎，蓝三方抬棺了，往后拖，怎么说？他们第二波人也到了，第二波全骑兵。那这样看的话，应该是蓝三方拿到了。因为红色方你后续再来的话，一个个送了，那这一批人都是脱节的。但是如果你可以打断的话，其实也有功劳。但这样看的话，我感觉机会不大，就看看红色方能不能对建筑动手了，因为他们棺材我感觉应该没机会。来，建筑开刀了，开了个猛劲，准备搞了。这批人不去了，回头打建筑怎么说？这批好像是明显内线转外线去搞这个一七四的。但是已经去了中的话是回不了头的，就尽可能上去打断棺材，看能不能打断吧。打不断也没办法，没地方去了，也不可能回头的。但是蓝色方的话，大量部队在那边护关，所以现在这个点的话，蓝色方建筑是挺薄弱的。但是他们把这个一七四给打掉了，嗯，那好像还可以，那感觉这场还是有说法的，还是有点扑朔迷离，现在不好说哪边优势。就接下来就看 1V 能不能对这个建筑赚很多分，因为蓝色方这个大量部队在这边护关，然后回去这时间点的话，你红色方可以打建筑的，这么一大波部队上去压这个火神庙，因为他们注意到棺材是往这边去运，就即便不能打断，但是可以拖时间。然后这边的话是刚刚内线那部分人转外线去打这个一七四，
然后蓝色方的话晚到一点，因为他们还有些部队在这边没有死掉，回来的话需要时间的，所以这个点的话174是最脆的，最脆弱的时候是有机会能打掉的。但是我搞不懂外线这个他们自己这个174为什么会掉啊？因为蓝色方是赢棺材的，他们按道理应该没部队的呀，这只能说明维密的话他们有个习惯，就是全家老小去种，他甚至有的建筑会放空的。这是我们上一届打巅峰赛的经验，就比方说他们有些住房是真的就一个队长在里面，比方说什么生命神庙，它里面就33万兵，然后这个可能就个大概60多万兵，就它里面能抽出部队全部去中的，所以导致刚刚这个174可能里面大概就一队两队，蓝色方开了个集结直接打掉了，但是接下来这一波的话，红色方外线两波大节奏，看看怎么说，能拿回多少分。这边持续骚扰棺材，但是问题不大，就吸引你蓝色方野战部队的注意。然后这批人的话，应该是哦回去换兵，剩下的人往前压。那红色方刚刚那一坨人呢？我靠，刚刚那一坨人呢？全去外线了，应该是全去外线拿那个伊西斯去了。然后这边的话，刚刚生命神庙上去一大坨部队，看有没有机会。哎，这家伙干嘛往回走啊？哦，回防伊西斯，蓝色方这边的话，我内线人直接转外线，这么狠呐、我靠，这如果玩脱了就惨了。这一波决策我感觉蛮大胆的。这一波蓝色方这个劣势弱，这一批人，内线原来守赛特的这批人，他决定去转外线。如果这个没打掉的话，我靠，那直接崩了。讲道理，因为他们这个赛特蛮危险的，看这个样子，然后自家生命也掉了。他们这个如果没打掉的话，我靠，这批人有点劣。看这个决策怎么说。然后这边的话，有人在往后拉，哦，去打哨站呢。那么这点的话，因为刚刚蓝色方是护关，野队回不了家，所以这个大节奏被抓住了。现在两个外线建筑全掉，一个伊西斯，一个生命。伊西斯已经掉了一段时间了，而且红色方刚刚看野战部队蛮多的，现在已经死掉了，现在死掉了。然后这边的话已经占领了。拿回去，我估计还要再开个集结，可能，但这边人挺多的，应该问题不大。我现在主要看那个赛特要塞那边，就那一波这个内线转外线怎么说？哎，有机会。然后这边的话能守住，我那可以啊。1021开了个耗尸。哎，温比也好使啊，感觉韩国队的好像套路一样的嘛。这一波骑兵集结看有没有机会，因为野队血量很少，当然红色方血量也挺少的，蓝色方这边后续来了，但是分了很多人继续去外线。这个维欧力度感觉不够啊，朱诺可能要守不住了，看看能不能硬补补进去。那应该能守住。因为这个司机真的其实就打第一波的，所以为什么说在 IG 里面可能还可以？因为第一波如果你有。没人围他的话，他那个第一波压血线还是蛮厉害的，但后面的话就没有特别厉害。一个是天赋不行，
一个是技能组的话，其实就第一步，就差不多跟爱德华很像。就 S 国际服 S 4的时候，有一段时间爱德华尼布蛮厉害的，我用的，因为没有练巨鹿石，那东西打第一波还是蛮狠的。这边开了个集结，然后配合刚刚外线来的部队打伊西斯，观测的话还有7分30秒，现在分差落后1000分，1300分，能不能硬补？龙骑士啊，队长爆了，这边部队感觉应该可以进去啊。曹操能不能补上？这边后续来了蛮多人的，那应该能守住吧？我感觉能守住。哎呀，后续还来了一批人，然后建筑的话，我看一下，几乎持平，就几个哨站分。还有15分钟，15分钟棺材出来要8分钟，他们可能10分钟等到还剩10分钟守交。哎，其实现在交也可以，反正没下过关。对，不可能等到，因为我感觉现在要交，还是说他们觉得建筑能拖住啊？1021，我想一下，如果以他们的心态，他们想不想打中路？如果晚交的话，可能会拖不回去，所以我感觉要交的话，差不多要交了，不可能等到什么12分钟、10分钟再交了。这波红色方清完，然后上去准备去打这个生命神庙，如果还不交，那就没了，那就不，就是他们不准备要第三个棺材了。我觉得如果想打三关的话，现在应该要交了，这时间已经来不及了，那就没了，来不及了，不对，来得及吧？现在是的话，来得及的呀，还能再。看看在12分钟、10分钟交不交？如果低于10分钟的话，那应该没了，因为出来1分多钟，你不可能能抬回去，还要打架的。那1021这样看的话，可能想靠采集，然后守住建筑，最后以微弱优势领先。哇，这胆子蛮大的，但是也不能这样讲，因为你打中路的话，其实风险更大。你跟温迷打中路，其实风险更大。就强队之间没人能保证中路一定能赢的，对的，是这个心理。哎，这一波回撤了，回防自己的伊西斯。因为高手过招啊，你中路不能保证一定赢的，万一有个充电宝上去送了，就给对面技能先开，然后对面是技能循环，你是第一波，然后就有怒气差，容易被滚雪球。没有强队敢保证自己中路一定能赢的，所以他们不想打三关也是可以理解。这边开了个那个司机，项羽司机，他们有部队的话应该是打不掉的，然后这边野战在这边围住，不让你后续部队继续来，那这样看的话就继续打建筑了。他们这个棺材卡到底的话就没有三关了，两关，所以这场比分会蛮低的。然后最后的话是看采集，我感觉，因为最后几分钟的话，你建筑其实拿不了很多分的，即便被打掉，也能很快拿回来，因为你没有部队去中。最后主要看采集了，我感觉要看采集，这一把最后可能要搏心跳了。看一下两边，因为刚刚都开了个耗尸的，踩的蛮干净的嘛。对的，都有的。
没错，都有分数能进账的，这场不好说。这样看的话，我靠，现在大概还有1200分，然后他们还有个棺材没交，3500分，能领先2000分，2200分，可以啊。然后最后建筑不输的话，确实可以赢的。对，这样算的话，确实可以不打第三关，因为这种情况你棺材如果输了的话就血崩啊，等于白给掉了。他们宁愿去搏最后采集，也不愿意承担这个中路输的风险，因为强队之间中路的话，确实没人敢说自己一定能赢的。那么接下来我感觉建筑的话，就看看能，应该是没什么东西能打的，我感觉。最后看采集了，另一场怎么说啊？文明这边开猛进了。两边猛进了，那最后就是打建筑采集，拖完最后10分钟。这边能拿回去，驻防队长已经就位了。那后面就是对线呀，对线的话，因为是没有棺材的对线，所以你其实部队就是到情率蛮高的，一般是很难打掉什么建筑的，就是看看两边的配置吧，看看什么部队动向之类的，要打掉几乎是不太可能的。就正常对线要打掉建筑的话，不可能的。这边亨利尼布也就在后面，这个应该也打不掉的呀。就正常对线，我感觉是没东西能打掉。哎，对的，棺材不要忘记放，还有30秒。这个人别什么来了个电话或者 WiFi 断了啊，在线的那还行。给观众们吃了颗定心丸。这边持续采集，然后一交，现在领先个2300分，大概2300分，建筑是完全持平的，都是590。然后建筑如刚刚所言，应该是没什么大动作，因为是你是正常对线，没有部队往其他地方跑的，很难打掉就是建筑，因为野队都在附近的。那这个芝诺驻防怎么说啊？不，芝诺驻防别给我搞事情啊！这个芝诺感觉不太稳呀。不是他们这个内线为什么会放个芝诺啊？我靠，这就靠拖时间了。但回补是个问题啊，为什么不放女骑啊？这个打掉的话，其实这个分差还是，就是蓝色方还是有优势的，因为你7分多钟不可能靠一个要塞追回去的。这样看的话，感觉要掉了。为什么没有女骑啊？他们女骑去哪里了？这个，但是还有部队在塞，应该，因为这边的血也很低。这几个东西进去就没有问题，能拖住。然后 1V 的外线持续去攻这个生命神庙，1V 好像一直对生命神庙有执念的。分差2200分，1V 有没有大采集啊？因为他们刚刚也开了个耗时，哎，这边101续了个耗时，1V 应该技能点一样的呀。看看他们开不开，我感觉应该也要开。哦，还是说他们要去打建筑？因为一样踩的话，你踩不过，你落后2000分啊。怎么说？这场赢了的话，1021就是1-0领先了，那文明压力大了。一共就3局2胜嘛，这决赛是3局2胜的，不是 BO1 的。
这边直接死掉，这样看的话应该是能撑住这个制度，拖就硬拖，没说错，被他拖住了也是厉害的。场上的话内线外线建筑全在闪，但是应该是没什么机会能打掉的，讲道理补得好的话应该是没什么大问题的。哎，这个可能会掉，但这个是 1V 的要塞呀、啊！哇，这个如果掉了的话 1V 就真的危险了，这是吧，征德离狗啊，他们这边好像很迷恋征德主将的感觉，真的是个万能主将的意思，有点没看懂。这边应该没什么大问题，队长呢，文明的队长呢，嗯，还有五分钟，就正常对线，两边因为人数都一样的，你真的不太可能能打下来什么东西，就看上去很危险，其实真打不掉，真打不掉。那这一波烈士路等会还是要回防去守这个赛特的，依旧是一个司机征德，然后这边的话还在火神庙那边，那只有这种火神庙能打掉，生命神庙能打掉。讲道理，因为一般的话你外线去打这个174生命可能没什么人，那这种时候能打掉，就正常对象场上其实也就这个东西可能会掉了。我们开了个战鼓，哎，跟我刚刚想说的一样，因为我想说的是他们知道这个采集也是采不过的，所以就耗时就不续了，宁愿开一个打架 buff 去搏个东西试试看，因为他如果即便开了耗时两边一样踩的话你踩不过的呀，你已经落后两千分，你不可能就两边都开耗时我能多踩两千分啊，不可能的呀，所以最后几点可能肯定要留个东西去打个建筑之类的。他们这边开了一个战鼓，但是部队不是特别多的，这一波感觉没什么机会啊，没机会，白开了，我靠，白开了，知道战鼓的就剩那么几队了，这边没机会，这边外线然后来转这个转内线赛特，他这边还了个八阵啊，这边部队蛮多的，知道 buff 蛮多，然后继续打野，就继续打野了，因为没有集结了，然后还有三分钟，现在领先个2200分，可以啊，还是蛮精彩的。那我感觉这个系列赛应该挺精彩的。这边争取把自己的生命神庙给拿回来，然后这是场上唯一掉的一个建筑了，应该是。其他两分多钟也没什么机会了。这一波内线我感觉应该是没机会的。这边这么多野队，还有 buff， 打不掉的。那么我感觉可以提前恭喜1021了。讲道理，你最后能给我翻三千分，我不信的呀。怎么变三千分了啦？哦，1021因为开了个耗时采集回家了，等会儿可能还有一波，你看，等会儿应该还有一波，蛮挺虎的。采集甚至没有全部回家，还有蛮多在外面，你看，等会儿分差可能还会在，可能什么4500分之类的。嗯，看来1021还是可以的，有东西的，为了这个 1V 准备做了蛮多的，虽然开局捏了把汗，开局那个转线就第一关前面捏了把汗，不愧是1021，是什么，它叫什么来着，是那个 Blackpink 吧，哦，Blackjack， 好吧，
身被拿回去，然后还有一分钟，一分钟最后就看分差了呀，没什么好看的，建筑也追不了多少，野战就随便打打了。没了，3500分。40秒，棺材出了。棺材出了，有人去吧，看看。有一队真得去，没有意义，来不及的。还有20秒结束了，然后现在分差的话3000分，因为文明那边也有采集的。怎么说？你们很多人压文明的？哎，我压了1021，但我币不多了。因为上周全部输，全部让 JST 败光了。那么恭喜1021赢下 BO3 的第一把，现在1-0领先，治疗2000万。然后采集分的话，你看领先一个1100。对啊，肯定压1021啊，正常人谁会压这种大热？哎，舒服，反正本来也清了，无所谓了，就这样吧。我下去倒杯水，然后等会儿再回答一些问题。先去倒杯水。来，再播个10-20分钟，准备下，吃个早饭，自己要打。对啊，正经人谁会去压那种大热？肯定压少的呀，肯定压赔率高的呀。而且 all in 啊，你如果 all in 1v，只能说这种是真的头铁。哎，邮件有了，还没来，还没结账。我们是几点 ？UTC 15，还有1小时，现在是14，差不多。等会儿稍微播一会儿，准备去吃早饭下去。大家新来的朋友可以点一波关注，还没点关注可以点一波关注。然后如果觉得内容还不错的话，可以点一个喜欢，可以点个喜欢。结账了，来67，虽然不是很多，什么意思啊？不让我领了。哎，我医院还没去。
这47分钟就等吧，等到最后领掉。对啊，我们输两方直播了，买了个宝石去。我们来看看你们 有没有什么好问题。司机守望都光啊，平民玩司机主真的不可以吗？想象提高生存能力，平民玩家。你如果一队的话，那你司机真的或者司机威廉，项羽做副将的话不太推荐。项羽最强的其实就是做主将，温度气需求低，列装项羽。你怕死的话就别玩项羽了。A guy from TR got 250k from betting on 1021. Really? Oh my. This is 魔眼。司机真的跟司机姑娘谁抢了？你说一队还是什么？单队的话，司机真的。但是如果你四骑兵组的话，这个我在粉丝群已经讲过了，但是一直没有公开消息，因为做不出那个视频，不好意思。就真的测评我们已经测过了，5v5，我测了两场训练赛，测不出结论，就配谁都差不多。你项羽真的和司机真的放5v5里面啊，效果几乎一样。我打了两小时。得不出结论，很头疼。就五五开，就强行五五开，你配谁都可以。看一下这些东西都换了，为什么联赛埃及驻防主力还是女系不是杰士卡？因为女系有移速，杰士卡没有移速，多20点移速。你如果是杰士卡主的话，你副将应该也是女骑，不然的话跑得很慢，跑太慢了。骑兵驻防就强在个轮换嘛，就是一个换补快。驻防队长也是，就你主队长跟替补队长这样轮换的话比较快。但你杰士卡的话，因为没有移速，没有移速，那武将没移速，蛮怪的。在哪里啊？没移速。零移速加成，就如果你是杰士卡加船长的话，跑得贼慢。但是你女骑的话，本来20点，哦15点，然后机动天赋。KVK 百浪国4个月一场基本上都输、哦、就你跳满然后打，但是还是输。大剑白板可汗帽子75，身上有两个币，先买大剑平衡一下进度可行。大剑白板，但是万一没有出专属，我感觉要不你先把可汗帽子弄了算了，因为你4个月打一次，那币又拿不到很多，万一大剑来个25，你不是心态爆炸？我靠，是我直接先把75弄了。就你这个摆烂国的环境的话，跳满
四个月打场 KVK 基本上赢不了，本来就拿不了多少币的，你如果再去搞个大件白板精炼一下，我感觉如果崩了岂不是直接心态爆炸。探险礼包什么东西啊？探险礼包是啥？我不买礼包的，我无氪呀，我已经很久没氪金了，我这个都不买了，看这垃圾东西不买了。他怎么还没觉醒啊？我上次看还有多少个？那垃圾人十个啊，十个吧，金箱子够不了，好像不够。哎，先这样吧，这武将反正觉醒也没用了，有成就不了，没成就不想做了，那垃圾武将肯定不可能买他的。我装备换了，我看一下，装备换了，我抽了，上次抽了但还没有觉醒。真德需要觉醒，真德如果你联赛队追求强度要觉醒，你平民玩家如果不急的话慢慢卡也可以，就5-1-5这种慢慢练也可以，但是一旦你追求强度了肯定要觉醒。他这个强度，真德这个觉醒强度只有在列装每个人都觉醒才能体现，一个人的话其实很低的，一个人几乎可以算没强度，就一个人几乎没强度，人多了才厉害。来了多少新人啊？来了蛮多846的，对的没错，来了蛮多的那个牛马国的老外，给你们看，有几个还蛮吓人的。那这个挺虎的，你看这击杀，然后你再看这战力，还有几个我忘了叫啥，这个是那个2361来的，2361的，我看看还有，我都不知道名字叫啥，关键这好像没见过吧，看看击杀榜上能看，这些都老人都认识的，这个 X 真的是没见过，这个应该也是新来的，这个也没见过，反正846来了大概7-8个人吧，好像是来了7-8个人，一共大概20-30个人，一共20-30个人，然后我们已经先封了，已经不收移民了，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下一季再关注，但下一季应该蛮久远，因为我们定的是跳3次还2次，明年再打，明年 KVK 打完的话估计要3-4月份了，应该3-4月份弄完的话就差不多4月份再收人嘛，到时候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最近是收不了人了，除非是特殊移民，特殊移民应该名额已经给出去了，我也不知道。差不多准备下了，音乐声有点大。
准备下线。哎呦，这个也完成了。这是个有的东西吗？直接200钻。后续那些消息我都不知道，什么期待部登高我都不知道。然后国服好像21号会出军器啊，有没有人知道？我在粉丝群问，但没有人回我。好像是什么二战区有，具体我也不知道。等会儿联赛大家去其他频道看吧，我这边不播了，自己打不会播的。等会儿准备下了，现在准备下了。拜拜各位，我们下周再见。下周的话我看一下，应该时间应该是一样的，就是那个还是这一场，下一周继续播这一场。先这样吧，新来的朋友点一波关注，我们下周再见，拜拜各位。